嗨，给谁 ？Good morning, everyone。今天是我们的语文课，请翻开你们的语文书，翻到第十页都可以了。那个方言呢、啊，在我们那个地方发音是比较难的，五花八门，乱七八糟。好吗？下面我来教你们两个读。哎，那个金毛妹儿，你四川话好点，你来读。还有上课的时候莫吃口香糖，我都没吃的。哦，那就对了。那我可以读了吗？读嘛读，那是一首歌的歌词。准备好了就开始吧。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。继续继续，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。哎，我喊你练呢，你那个唱起来了哇？啊，不能唱吗？可以唱，但是你那个发音没得好标准，不是波澜，是波澜，卷起波澜。哎呀，我说你那个门儿，那是啥子国家的发音哦？我看那个拼音是那个写的啊。你相信我还是相信拼音嘛？我是老师，拼音是老师嘛？你的是老师？哦，那都对喽。你看那个图片的高头那个是啥子？内裤。内裤？啥子内裤？每个人都要穿的内裤。那我就要纠正下你了，那个不是内裤，那个读腰块。华泰腰腰块，腰腰块，不能对了噻。哦，那门发音都标准了，腰腰块，腰腰块。哎，下一个同学，我喊他过来呀。都你妈，帅哥！我们来看图识字，只要你说准了，考试给你打双倍。哎，你玩的有点高哦。啥子嘛，低级老哥看哦。你要送我吗？咦，你还要笑？你笑锤子笑。好了好了，莫笑了，来读一下。头油婆 ，This is 头油婆，快看头油婆。刚刚你没听讲吗？啥子头油婆？那个叫头油婆。头油婆。啊，哎，你老会报吗？头油婆，头油婆，头油婆，头头头头头油婆，你落场蚊子去了吗？头油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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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戳戳，火车来了跑不脱。No no no， 头油婆，哈戳戳，火车来了跑不脱。你要抢我那个发音？你落场蚊子去了是不是嘛？踩蚊子。我耳朵那么小，你说我耳朵踩蚊子？不是你踩蚊子，是我踩蚊子啊！嘿，英才是挺，我得帮你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一拳头打到别人身上怎么说？老子一坨儿给你打起来！哎，你后仰干啥子？我后仰都可以了。老子一坨儿给你打起来是啥子意思？都是一拳给你打起来，那个坨儿是拳的意思，坨儿坨儿和我坨儿儿坨儿。哎，老师你好幽默哟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给你龟儿一脚尖。我给你龟儿一脚尖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脚给你屁股踢开花。You understand？ 抓那个词，博大精深，可以用那个字来注册，抓皮球，抓皮孩，抓你龟儿一脚尖，最后还可以把你抓上天。学会没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啊！对头，学会了，你都给我三大步做到。下面还有没同学想遨游知识的海洋，我来帮你一臂之力。老师 come here， 你确实有点 here， 来吧，从哪里开始？喉咙有点卡起了，哎呀，你笑啥子嘛笑？对我有意思吗？是不是你是大家？国人快点给我读书，快点练。面带朱笑，心头嘹亮。说你笨，你不笨，何时你也晓得真？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色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两个脸的，那是啷个脸的？我说的龟儿面带猪相，心头嘹亮。我说的龟儿面带猪相，心头嘹亮。哎，我说的龟儿面带猪相，心头嘹亮。说你笨，你不笨，我死你又晓得真？发音要讲我啷个？说你笨，说你笨。啊？哎呀，我说你们有的人不要把黑是黑当亲爹，学点方言还要打保给你，莫笑，你来。我来，我来，站着来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讲方言噻，你来。我看你的操行都是文化人，跟到我练。你懂个锤子，骂了个巴子。嘿嘿，你懂个锤子？你吃饭吗？大声点！你懂个锤子？你吼那么大声干啥子？你喊我大声点。好了，下一句，终身骂了个巴子，耶，孺子可教也，包皮龙，包皮龙，哎，你不要做那个动作哟，给我爬，给我爬，哎，你那个手是没做对，抢我那个，哎呀，你那个手可烦了，要那个，哦，对对对对，那个，给我爬，给我爬，有好远过好远，有好远过好远，我是喊你模仿，没喊你超越。
好了，今天的课都上到这里了，同学们起立，三大步 goodbye， 拜拜都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咦，你们还有点叫我拜拜都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OK， 全部满分。